Hi, my name is Kai Yuan.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。那我们今天要拍摄的东西就是这个睡眠耳塞。那我们的拍摄地方呢，就是在我的床上。那我的想法是，我要打出两种光，一种是有点像是白天，然后阳光洒进来，就是有点像是起床刚起床，太阳刚出来的感觉，所以会有阳光洒进来，那是白天的部分。那晚上的部分呢，就是打一个夜戏，就是都是暗暗的，然后色温会比较蓝，然后有一个小灯就是会是黄的，然后放在旁边，因为像是室内的环境光源这样子。反正我们今天要来打两种的不同的光，日系跟夜系。那今天我只想要用一盏灯，就其他的因为还在外面，我懒得拿进来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用一盏灯就把所有事情搞定，拍日系、夜系。OK， 完成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日系的样子。那我们就是用一盏 300D Mark II， 然后打上一片镜子，再加一片镜子。那上面那一片镜子呢，就是打后面背景这个光束的感觉，就是让整个质感非常硬的这样子打下来。然后还有打到枕头那边。那另外一盏镜子呢，就是在旁边多一盏比较弱的，因为我把镜子把它放到灯光的光束的旁边一点点，所以它的光线会比上面那一个弱一点点。那旁边就是加一点点的层次，就是会有一个前面的光跟后面的光有多一点深度的感觉。那今天除了 300D 这一根光束以外，那我们还有我们场灯，我会把它打开，因为我想玩一下我的这个神奇的柔光幕，很久没有拿出来，就是玩一下。我就是直接拿一个 C 夹，然后夹上去，它就可以一个完美的柔光幕，这样就不用任何的蝴蝶框啊之类的去把这个柔光幕架起来，直接用一个 C 架就可以把它撑起来，真的是超猛。反正我们就来玩玩看，它就是补一个整体氛围的光线，就这样子完美。OK， 那我们就快速架好我们的摄影机，然后我架好了无线图传跟无线跟焦，我这样子就可以自己来追焦，自己当大柱。那这个无线跟焦它叫 DP Movie， 它真的是超赞，因为它内建电池，它完全不用接什么 V 挂电池啊或供电，完全不用，内建电池超赞。那它功能也还蛮齐全的，像是有 AB 线位这种东西，我才有办法自己演，然后我还自己跟焦。如果没有 AB 线位，我自己可能是没有办法看着荧幕，然后又自己演。我可以先对好焦，就是 AB 线位对好焦，然后我自己只要手就这样拨，然后从头拨到尾，我就可以切换焦点，真的是超赞。好啦，我们就直接来开始拍摄吧。OK， 所以我们的白天戏就这样拍完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翻转变成晚上的戏，看看我怎么打出晚上的戏吧。那我的想法就是把我们上面那一片镜子拿掉，因为它那一片是打后面的光束，那晚上应该不会有光束照进来，那是太阳才会有的。那我们保留下面那一片镜子，那一片镜子就是打床边这样子微弱的光线，我想说可能会有什么月光啊之类的，但是就比较微弱，我会把那个处理原本的 100% 降到可能 5%、10% 甚至 1% 之类的，待会再研究看看。OK， 所以我们的月光就这样子完成了。我们现在把这个 300D 设成 3% 而已，所以 3% 就已经其实还蛮亮的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光在哪里，在这里其实就还蛮亮的。那我们就打到床边，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月光的感觉。那我觉得，我感觉这个室内需要一点氛围，就是有点黄光，所以我在我头顶那边又加了一盏小小的双色温的 LED 灯，然后设到 3200K， 就是超黄的，然后就是让我感觉，哎，这边有黄一点的光，然后这边有月光进来，就是增加多一点的那个色温的对比，颜色的对比，让画面更有张力。那我们的柔光布跟场灯一样还是开着，那我想说就是把整体做亮一点点，主要就是光比，那光比对了，你怎么样再去后期调色都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如果你光比错了，你调色是根本救不回来的，这是一个打光的重点。OK， 我们把日系跟夜系都拍完了，那我们完成的影片我会放在下方连结，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吧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日常影片分享，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赞，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。那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日常影片 playlist，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. My name is Kai Yuan,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